俊宪呀，林俊宪。当选啊，当选。王定宇呀，王定宇。当选。接受咱蔡英文总统的邀请，啊，搭配参选哈，啊，咱这边总统加副总统的大选，啊，这就是要共同守护台湾。那么只要台湾赢，啊，就无人输哈，但是同款的道理哈，如果台湾在这场的选举输去，安尼个人搁较牛，嘛无人有法度通赢。啊，所以咱应该团结伫个守护台湾这边大面积的下面。大家共同打拼，吼！大家共同打拼，咱一定要赢出胜利。如果讲蔡英文总统，吼，含赖清德、英特贝赢得大选，那立法院阁有法度通过半，那这样的话，咱蔡英文总统未来要守护台湾的主权，维护台湾的民主，就更加有力量。啊，有这份的力量，嘛有法度通继续推动改革，来因应，吼。包括全球气候变迁、人口危机，啊，也是讲能源的转型，甚至呢，咱新时代啊，这个经济的发展，吼，拢搁较有气力，啊，通搁解决这个代志，啊，让台湾不只是安全，搁会当稳定，搁会当继续发展。咱台南市是民主的圣地，吼，过去无论是民进党提名倒一个候选人，啊，无论讲有当选无当选。咱台南市呢，常常拢是得票率上界悬的一个都市，甚至呢，有当时啊，阁是嘛赢上侪都市啊。啊，这款优良的传统，咱一定爱维持啊，咱一定爱维持。换一句话讲呢，咱这边啊，民进党立法委员要过半，台南市哈，台南市咱头期一定爱赢好在啦。台南市头期也在维持过去优良的传统，啊，共全雷达。2012年咱全雷达，2008年全雷达，2012年全雷达，2016年全雷达。咱即摆2020年嘛爱全雷达，特别是啊，中国对咱步步进逼，香港的事件愈演变愈严重，啊，所以咱也无法度伫个即场的选举内底。总统、副总统投票当选，也予立法委员过半。我相信世界啊得到的消息，伊会感觉讲，台湾的民心士气，啊，是毋是守护台湾的决心并无够？啊，若安尼话者，对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佮肯定就会减弱去。所以我伫遮先困，啊，甲大家拜托，吼，咱即场守护台湾的重大选举。咱台南市一定要维持过去优良的传统，共全雷达，特色拢共选，啊，予咱台湾啊，民进党提名的这个立法委员，加上不分区的立委，啊，会当安尼国会过半。
个好一点。收据来了，好，然后我们这个。